同世界在战斗，疾病、不公不义、无止境的战争、天灾人祸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连结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私。战斗的孩子渴望的是什么？是母亲温暖的怀抱。我们就是那寻找怀抱的孩子，尽管黑暗的忧伤染红了你的白天，尽管冰冷的寂寞填满了你的夜晚，在你的胸口有巨大的空虚。我知道答案永远是爱，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爱，更多的怜悯。生而不同，死时平等。我们一个个都是凡人，但在一起我们就是永恒的。我们的时间正在流逝，我们的行为将永远持续下去。愿你的印记在那孩子身上成长，平静的思考，你的爱的伟大，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那是世界的投降，那是母亲的温暖。